岳云鹏机场被搭讪，不认识杨蓉又怕得罪人，强装很熟引粉丝哄笑。岳云鹏如今在娱乐圈也是发展得非常好啊，虽然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但如今也是拍戏上节目，参加各种活动应接不暇。岳云鹏的性格非常的随和，私下见到粉丝也都会很愉快地和粉丝聊天。这不，最近岳云鹏在机场现身，不少粉丝就过来各种搭讪拍照，其中岳云鹏还问粉丝今天都拍到了哪些明星，粉丝就表示说拍到了杨蓉。杨蓉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实力派演员，出演过很多的影视剧，比如《笑傲江湖》《宫锁珠帘》《神雕侠侣》等等。不过岳云鹏听到这个名字迟疑了很久，表情也很疑惑，很明显不太认识。不过可能也是为了不得罪人，岳云鹏就装作认识的样子，引得粉丝哄笑。不得不说岳云鹏情商还是很高的，并没有直接说不认识。